三煞组合的对手出现了，那就是 Love Ones 组合，他们来自东方威尼斯，辽宁省辽阳市，黑土地赋予他们艺术天赋，猪肉炖粉条陪伴他们茁壮成长，正在成为东北第一女子天团的四个女孩已经做好了迎接粉丝膜拜的准备。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2013年推出的小鲜肉团体 TFBOYS 不仅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还获邀登上今年春晚舞台表演，走红程度之快让许多人望尘莫及。有鉴于此，中国近日又将推出青春五人女子团体三煞组合，果然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不过网友几乎是一面倒的负面评论，更狠批这样都能出道，我是不是都飞上天了啊。由队长艾比、队员 Nancy、 Chair、 Kendi、 Dora 五位高中女生组成的团体三煞组合，公司制定的目标是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由于体谅队员们都还在念书，因此只有寒暑假才会让队员们接活动，其余时间禁止一切曝光，相当保护团体。团体一推出迅速走红，网友热议程度不下于 TFBOYS， 不过差别是网友几乎是一面倒的负评，很酸团体成员，长相零分。许多网友表示丑哭我了，也嘲讽这样的长相都能出道，这样大家干脆组团一起出道。有人甚至自告奋勇想帮团体修图，更多网友在看见三煞组合也纷纷向 TFBOYS 道歉，表示以前错骂他们了。这样的走红方式恐怕也只是五位女生以及经纪公司始料未及的。青春就不会有遗憾，我是你快乐偏方，你是我呼吸。
城市异乡，我却忽略一个地方，那是内心深处的呼唤，这是从小就有的梦想，一个需要决心的梦想，几个交换心事的伙伴，抓住机会不能放，一滴泪一滴汗都在累积自己拥有正面力量，我们都约好了不辜负每一双期待的学生边边边立，我是一个典型的天秤座女生。喜欢音乐、舞蹈，当然还有美食啦。音乐、舞蹈、美食都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可以一直跳舞给大家看。现在还在努力的练习，我相信努力和热情会让我走上更大的舞台。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未来 FNG 可以得到大众的喜爱。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我是 FNG 边立 ，FNG fighting。Oh, oh, oh.
欢迎来到最最最最喜欢吃面包的宝儿的专属会场啦！你一走，我就少了一个对手，怪可惜的。你可以找小贤陪你打呀。找他？我找谁也不会找软蛋呢。我呢，是一个喜欢二次元的梦幻，三次元的真实，徘徊在次元夹缝中的魔性少女。我还以为你挺喜欢他的呢。一个女人得堕落到什么程度才会喜欢他啊？虽然呢，自我觉得是一个十分正统的少女偶像，不过我竟然，据说啊，我时时刻刻都会暴露出自己的汉子属性。没错，我就是喜欢赵贤，你咬我。不过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样一个外表萌妹、内心汉子的宝儿。当然，我也会更加努力，让大家看到更加闪耀的我。所以呢，请记住我。请喜欢上我吧，我就是 SRNG 的林静一，拜拜。大家好，我是 SNG 的成员林慧，大家也可以叫我林哈哈。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笑点是真的非常的低，在团内。然后我相信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很差，所以我非常幸运的加入了 SNG 这个大家庭。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这个眼睛大然后面子大而且又很小的林哈哈，谢谢大家，拜拜。